前几年带给你，然后我发现这个我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把它写在我的曲子里，跟尝试看看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第二首 Will Go No More A Rocket， 则是因为我们刚好上学期，我上学期是大一下，就是在讲一些文艺复兴，还有中世纪的一些新史的东西，所以那段时间我们鼓励也听了很多很多的调性音乐。那在那段调式音乐，那在那段时间我也试了很多调式音乐跟调性音乐有可能的一些作曲手法。那就是请各位领奖，谢谢。
Oh.